家好，根据一针机关下达的任务，现在由我代表全体成员为大家介绍一下新直播间的特点。本直播间采用了一针机关的最新技术，视频内容实时呈现，高清画质瞬间完成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这说什么呢？你这么解释谁听得懂啊？没办法，让贝小姐来示范一下，你可以休息。好了，这是机关交给我的任务，应该由我来完成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本小姐替你做。来来来，可以休息了。怎么敢劳烦妖狐大人大驾呢？其实直播间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显示器了。